del sue.在哪里都得啊，不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那种声音，是为了发哦。那就基本上，那基本的是。一边，怎么样？今天中腹这块有到可以当上腹肉可以卖。有诶，一般鱼啊，这根本那个有诶上刀都对袂着。出过两件多呢，啊，出两件多呢。先挂刀片我再，等。真走了。是哦。就有五分啦，啊！你个过一边，过迄落可能下底站，还是中间那层，应该是无够悬。哎，对，那个是特别好。可以看。啊，当家给当初还门不够好啊。我收房啊。你敢下来？没关系啊。再过，再过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现在都还有。对，刚刚吃到。都还有吗？我先点点而已。价格啊？没有啊，你过来。不要。香港片啊。俊宏哥借我拍一张照。可以。你比方拍一张。好好。不下的话，有一些在你那边，在下比方刚刚都进来了，我们到现在五分钟而已。等下看，我觉得我身子应该装不下。不是，错，再给你说。
三角拍一下，铁一边啊拍一下。啊，你爱画谁啊？你以前啊？无啊，跟三角啊，我是山眉。第几下？我死。料给它包啊，抹起来。我去不？啊，你来当。分两工食的，先做两工伊，安尼困两场就好啊，困两场就好。两场就好。嘿。记的，等下个，那可能个咱可以记啊。哥，你爱食啥？上伊爱穿啊是全无解做着。我要找的，要找罗伊，找罗伊阿辉啊。
是有多么硬的。没有，你那几个物资吗？刚刚我开台后面两个是不是一样？Thank you.
耐磨钢的机，它厚度刚好五毫米，啊，越来越薄啊，到最后是3.5，嗯，5到3.5这样。谢谢。它刀锋很均匀的，均匀的热，哎，均匀的热度，安尼起来刀啊较会碎，头啊尾啊到尾拢拢来刀较均匀啦。你看。刀锋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，还有产生了白的，哎，刀锋是白的，嗯。
芋头到尾拢拢是小小的。婴儿油可以吃没关系，但是植物油，所以说你这个，你那切的沙西米哦，保养用婴儿油。OK 啦哈。Thank you.
就可以整整合了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先。站。先不要走，阿三泡花。要不要过个正台？他要跑，过个正台啊，知道吧？到宝宝，啊，这样就泡泡啊，跟这样就泡泡走喽。啊，是伊吃啊较济我尔，我是无伊吃啊很济，对不对？
伊是吃啊较侪我尔，啊无，我规身躯咧就泡泡啊，嗯，啊伊吃啊较烧钱下哦，啊，真大，你安出门？
啊。啊。啊。他不。我等不辛苦，辛苦了。
帮你，好，请，请，请。Oh,
咩年会？
小姐。
表演可能爱美玲啊啦，我美玲有表演啊，正是阮兔哥爱天理。东港是一条林木一路，大只细只拢有法度处理的。靠腰呢？你这刀砍干嘛？我以为要割头呢。啊，我刀砍干嘛？看刀，要看你怎么玩。Thank you.
收烧啦。还要钢板，我坐了呀，嘿。
这我这个这条一条我。这个一撮哇，刚削出来的就安尼哇，一撮，我这根，我来个遮，哦，这铁加这钢，那包钢。我滴落去，滴落就烫空了。嗯。哎、欸，这奶奶这刀尾甲签落去咯。印度过度安尼，你看刚刚下梯，印度若无搞出一个，那没有用啦。所以讲试看嘛啦，啊若无搞，还搁电。你这样锅抓很嫩啊，
Thank you.
底下才上来的。还好鞋上面是。
the place everybody knows. A place so small, but a place that fills go.
个番薯哦。真好啊，伊有名就是这样子，全满。而且看这个话，它这个备注啊，越大它的年龄就是越大。哎，它这个至少也要一年以上，这样。然后洗一洗就可以吃。
我们要冲浪，紫洋葱。
会把你啊提出来啊。
可以把它踢掉了。开山刀差不多。我弄小屁呀、啊！
试看卖咧。哟，我看你讲要搁吃蛋，我都感觉到。哎，够哇！哎呦，哦，够哇！我看到啊。好，来个磨，现在就磨。好，慢慢呢，用一寸竹轨再倒，那个油上，你的切的先那个油上去上。这里上户，三角上，爆发了，卡车边赶紧落来。
过来，拢卖去卖，还进来。在哪里都得啊，不来哟。那里没有那种声音，对不对？那就基本上，那地方的。一边，怎么样？今天中部这块有到可以当上富龙可以卖。有诶，一般鱼啊，这根本那个有诶上岛都对袂到。出过两件多呢，啊，出两件多呢。先挂刀片就算，算。真走了。是哦。就五分啦，啊！你个改变，改伊落去呢下底站，还是中间那层应该是无够宽，无够。哎，对，那个说特别好。啊，当家给当做还门不够好。我收板啊。你敢下来？没关系啊。再过，再过。
好像都还有。对，刚刚吃的好吃。有，那还有吗？那我先去点点。加贝啊？没有啊，你说吧。哇，好香，好甜啊！俊宏哥，借我拍一张照。可以。你比方拍一张。接下来的话，有一些在你那边，在下比方刚刚都进来的，我们大家五分钟而已。等下看，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做回家。你自己做，我跟你说。三角怕谁？铁一点啊怕谁？阿姨，哎，我的呀，你去哪吗？没啊，去跟三角啊，我是双眉。你这里哈？不是。料给他包啊，麻起子，我去不？好，你来当。等一下会这样倒下来。今麦哥给你开电话听，二位，阿你叫我过来。阿哥吗？我吃四碟。你吃四碟，赞啦！我吃四碟。我吃五碟两碟。再
一家，我来看看。是的，等下个，那可能个咱可以寄啊。好，你爱吃啥？上伊个床啊是全无盖做着。我只要要切嘞，要切落去，切落去了阿贵啊。
菜。等等。
够红。
雕刻。旅游为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我手上没带小电脑。那你回头看看。我来等你这边。我应该是贴啊。